主料，地瓜叶、蒜苗、辅料，油一小勺，盐一点点，鸡精，新鲜的地瓜叶子，少许蒜苗洗干净，切碎，老辈人的做法，放盐进叶子里，温揉出水分，再把水挤干了，挤干了水分，加入蒜苗碎，加入细的玉米面，少加一点点水，加入盐、鸡精和一点点油，和匀。锅里烧热开水，趁热将面饼揉成一团一团的，贴在锅边上。贴好了以后，大火蒸，看饼的厚度决定时间，一般十几分钟就好了。这么拍起来不大好看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